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易经心法》讲座。 明日月最长生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若有真成归国主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即节咧继续过来讲解《易、哦、经》心法，吼，《易经》甲人生。咱人啊，一时。 一刻，拢有咧传悔；一时一刻，拢有咧拢有思想；一分一秒，一时一刻，拢有咧欢喜甲烦恼。哈，啊，一时一分一秒咧，拢有得敌甲实咧，发生伫咱的身躯边，发生伫脑海内，发生伫咱的心内，发生伫咱的周围。 那么以上所讲者呢，都是易经，易教万立场。啊，是我就现在拄着有困难，我要开始要拜佛、求佛、求圣神教我加持。这嘛是易，因为我有烦恼，佛祖无烦恼；我有烦恼为阴恼为日，佛祖，伊无烦恼为日，伊是神。啊，啊是往想多做。 哈，以为神，咱为凡夫，所以互相个沟通交换心境，那么这些东西一，所以一境啊，咱若加日贴近加了解咧，就是咱一切法的一，一切法的一，一都是有，一切法，一切法的一。 我们一切法的“一,切都一”，一的一切法呢，都是“一”，都、就是“一”。最近社会遮尔乱，毋是咱台湾乱呀，外国嘛咧乱，天下拢咧乱，是安乱呢？拢是“一”，就是一心念头，对对开始，贪字开始，拢一，拢有一对几项做起因。 一项做因多一个线导火线，弄一个因，做基因啊，因都是因，弄一个因开始呢，对对,对开始，就贪字，人伫世间啊，若是即个贪字败诞生啊，难受一切后壁的痛苦的后果，拢到位，即都是因，即这是因，一增差。 一，的生命就是遮，一，就要教导咱如何即个一啊，会当互相对善的、相对光明的、相对欢喜的、相对充满着生命个活力个光辉，遐就是一，就是一。那么即个一啊，一个卦来相讲，哈、啊，六十四卦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三百八十四爻即中间呢？ 每一个一点咧，一个念头咧，拢是一开始。达最无色字开始，唔像咱咧佛教啦，吼佛教咧，讲一个真正艺术诶话啊，叫做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都是一嘛。吼不二法门都是一嘛，对啊，那么说，一就是一啊，一就是一。你讲咧等。 嘛是一雷讲砰一下嘛是一点开始收起哩，但最无雷讲无相平死我嘞，无可能的电波呢，无讲相平来，一定有一个因开始跟跟，甲因因因果因，甲果出去因，甲引去，拢是一，拢是为一，咱能解释呀？了解即个心法的是啊。 我相信，咱每研究一紧就足紧咯。咱人伫世间事业为何会失败？为何会成功？为何失败比成功较多呢？咱就系一啲念头，念头开始，都、就是呢念。咱一念之间啊，成者；一念之间恶者。一般呢，咱因为有目睭所看嘅，拢是贪财心，所以呢一念之间呢？ 拢是贪为先，拢是贪做基础，贪是做基础。哈 <laughs>，故意是风险利息。咱啊，若是讲咱一每一个念头一开始啊，咱就向地公敬无私，哈，大公无私，无做作，无 Q Q 扭扭，啊，是无成强一境，会情形之下咧。 咱说演化以后的果，演化以后的果，拢是善的，拢是真正得到善的成果。若、就是啊，咱啊一开始啊，咱啊假使有所有私心，有私心的是，对宇宙遐尼大私心的，假如比如我甲日坐一坐坐啊，甲日坐了尔，咱就自然里底，互自然淘汰去啊，即点真重要。 啊，顶阵咧，讲到这天雷无网，天顶的降雷无尾就对啦。无网，没有尾巴，飘着甩啊，无坏啊。但是伊声音咧，存在伫咱个脑海内，咱个设定内底，咱犹知影这，响就有坏，有听的这声音，犹伫脑海内，目睭所看到咧，视觉咧，伫咱脑海内。 咱要想，又搁想到，但是无形无相已经无去啊！你搁看无，要搁听无啊？只是接伫咱的识点来滴呀，咱的脑海来滴来滴呀。所以咱的事业，咱的事业，若是对已经被告一个程度已经开始搁恢复起，恢复起来,起來咱若假使咧，诶、欸，有虚伪诶行为，啊，有外求诶行为。

人生体验真话，存在哪互咱设定内底，即是永远不灭去的，永远不灭的。哈、啊，所以说天理无妄是无形无相啦。即教咱讲，敬，法咱爱有只魄力。哈、啊，比如咱事业失败去，爬起来啊，爬起来以后咧，我即使讲有真大诶，成就，真大诶，成就以后咧，哈，咱佫再咧，挂上，甲咱开始是啥咧？ 这是三天大跳，哈，三天大跳，哈，三天大跳，面顶是紧紧挂，下面就牵卦紧为山，牵为天，好，俺念这三天大跳，三天大跳，哈，那那结束了，咱事业。 已经有到一个阶段，咱事业咧，感觉有对失败搁爬起来，也是咱意志力消消极去，咱搁起起起来，搁恢复起来，也是一个国家对网络吼，搁、哦、开始搁兴盛起来，兴盛起来咧，有即个魄力，无虚伪，无做作，无逞强，已经成就到一个阶段来个是啊。 那究竟安尼如何会当保持即个成功嘅境界呢？即、這个卦象就甲咱开始安尼。若是咱啊，请示讲啊，我即马已经成功到一个阶段来啊，吓，吼、哦、成功一个阶段来啊，我究竟如何以后安尼做？我煞要安尼做？咱若甲说卜这卦咧，吼甲咱开始咧个三天大跳。 山伫天顶面，山伫天嘅面顶，应该天伫山面顶啊，结果山伫天嘅面顶。哈，山天大突啊！哈，解释着大突值大数值大突值哈，大走势越越大诶，业绩啊，积积累愈多，突突积愈多。 就愈有阻碍，所以咱一个人事业，你愈大，阻碍愈多，树啊愈大，丛、哦，吼，鸟啊会来愈多，鸟啊来愈多呢。但是风啊来的时啊，你这丛树根啊，吼、哦，愈爱注意。树啊愈大，丛，愈会人来哇。但是呢，一旦若有风来呢，失败的机会愈多。 大足智，还是一个人嘞吼？要软过一个缝空，人啊，愈大苦愈软未过。现在咱一人人啦、啊，身体较大苦面一个，行草啊草啊山、树树那，愈、啊、大苦愈足智愈侪，哈愈歹行。或者是就非常真，让咱去想、啊，会贴合。 相对咧，咱这人是社会事业啊。你愈有成就，你愈愈在天顶咧平平平平的时啊，愈有成就的时啊，做爱愈济。那像我先伫先活，咱生活时，好，即几年来咧，我将这风水真经啊，风水学，好来个基本风水学，诶，讲解，好来第四代弘扬。 好，家是台北啊，哪口吼、哦，哪口即、這个大体育馆嘞，四万通人，下即个方法，多少只方法的事、哦這個、啊，吼，即妙法咧方法嘞，啊有得到赞叹嘛，才知、這個這個哦，啊得到即个伫边啊嘞，吼讲啊，即个啊来诽谤的嘛是有，正常的，若是讲啊，当时我无办即个咧，就无人有诽谤。 但是回报是一部分人所受的利益是大众的，大众的利益。那我这地主，查某地主呢？都伫吴顺清，吼、啊、伫宜兰，宜兰的中原电台，吼、啊，每礼拜弄有四天，吼、啊，四点钟呢，伫讲解即个电视电台中间呢，吼、啊，即、這个讲解风水、家庭风水的问题，啊，多人敲电话去甲。 去搞名，去啊阻止，讲你讲到啥啦啦啦啦啦啦，你安尼何完这路面专家呀？哈，为、哎、着这代志啊，地主啊，当个老师啊，师傅啊，安尼毋知要安怎？我你做你讲，这给你卡，我是不是逐个拢给你敲，我毋是规个尔对迄个贵个你莫操？啊啦啦敲来，电话给你，咁因的作势，哟嗬，谢谢哦，一巴通了，你一巴谢谢，一巴个 啊，若甲咱讲毋得某诶，啊，若甲咱骂人啦，吃两个，我解释，因为伊是地理先生，吼、哦，地理书看地理诶，看风水诶，也是讲做毋到诶，你讲出去咧，迄话咧，咱老百姓咧，即伊诶生活家庭衣着，我着调整家己，所以伊无法度会去委托一个地理先生来甲看，所以伊甲你骂。但是九十万号受益诶，你爱以九十万户大众为主。 好，但是你欲讲解是啊，你莫去诽谤、排斥着其他地理先生，拢是咱的祖师爷的法门，祖师爷的做地主。吼、哦，所以愈大一突跳，吼、哦，集愈济，左接愈济，这一定个。咱正、嗯嗯、个社会上真济人，好、哦，伊个事业真发展者后壁接落来诽谤，因为伊只毛毛颈。 魔界伊会借人来甲你诽谤，借人要设法甲你诱来，借人即个人啊设法甲你排斥，甲你诽谤。即家人呢，你毋免恨伊，因为这人是作恶人呢。这人呢，第一无智慧，第二呢心万心沉重，第三呢伊学魔啊，学妖魔鬼怪，甲借用去妖毋知，啊以后呢，伊甲你去胡因果。Go! 所以，足多人后壁爱讲诽谤，看人有成就就爱讲诽谤，咁讲。结果，家己去负因果。人要努力，他有伊个拍拼，伊有伊个智慧，他有伊个心境，大公无私个心境。所以啊，咱一个人啊，吼咱啊一旦事业，吼、这、即个有所成就以后咧，会状况咧，哈，不对安尼行，爱安尼保持。 那么，即、嗯这个卦象啊，吼、哦，咱若讲是讲啊，我事业已经伫变到起来一个高峰的时啊，接近高峰啊，我究竟要以什么心境，以什么立场来保持即个事业的高峰，保持即个事业的成功，莫过排队，莫过伤害到他人呢？维新圣教桃园道场将于国历四月八日举行周年法会。 咱若是挂卜出来的时啊，就三天大跳，三天大跳即个挂，吼、哦、伊的就信咱开始讲啊，你现在已经有大跳就大积蓄咯，但是嘞，刷咧，你有大阻碍哦，刷咧，有阻止啊，有阻碍。咱、哦、啊、哦，当你冲牛，吼、哦，当你冲牛，吼，当冲下咧，就冲牛。 初九操狗，大有捷特知识，大有知识应当适可而止，得意不可再往啊！这点要注意啊！神啊好菩萨已经甲你开示，你即摆已经有存钱哦，你已经事业已经一个阶段，已经一个段落哦，你会安尼会杀了？即段意思，你安尼会杀了？ 应当适可而止，你莫个勉，莫个一直贪落呀。你毋通个勉强嘞啊，吼唔通勉强嘞啊。你爱自由，神啊，佛菩萨甲恁开示，著是讲你爱自由，你个事业差不多安尼尔吼安尼了，你要发福报安尼尔，吼发布安发，未使个勉强去了，好。所以应当适可而止，得意不可再往啊。 你未使，你讲得了，你爱现在爱修行啊，守成哦。现在保持现在安尼，来做？安尼咧？就安那，充实，搁学习，修心养性，将你诶自悲心、爱心诶搁重新搁提升。即、這个时阵你所得到诶搁已经一个阶段啊。吼，你若搁勉强搁做咧，就超出你嘅力量，超出你诶。 不啊！即、哦、段都开始解说安尼，开始开始安尼，因为阳变阴嘛，阳变阴，阳就是天嘛，阳就天，啊变阴就是土掉，是土骹，阳变阴就天变啊。若是阳者，你阁继续一直要去勉强直直接去的时啊，你会坠入拔落土骹会拔到足凄惨哦！即段已经开始啊，吼、哦，这段是非常奥妙的一段。

当应当起啊起劲，当应当停止时，则断然停止，断然停止。这点，这点咱要咱爱注意听，好注意听。顶虽然当是第二秒，但是已经甲咱开始冲啊过去诶，过去诶现象，过去诶现象都像。 你来虽然即摆已经有存钱啊，啊是有成就啊，有地位啊，你应当好当咧，毋通阁贪咧，毋通阁想尽办法，毋通阁一直要贪，直直聊直聊咧，无头何身直撞去安尼，唔对去啊，爱停咧。伊个你讲，你现在咧，现在咧，讲现在，你虽然有真大诶业绩起，真大诶成就。 但是，你现在爱搁个执行？为什么爱执行呢？因为呢，你无适可而止，已经超过你的腹部，超过你的力量呀，超过你的本分，超过你的力力量，超过你的腹部啊，超过你个界的啊，已经超过啊，应当执行。啊，啊，当应当停止的时啊，你就爱停呢。你家己好好想看嘛嘞哦。 吼，汝、哦、是毋是？汝已经超过啊？家汝冷冷静静的，吼、哦，将一切先放下，好好静静阁想看唛咧？想看咧？想讲我是毋是会、欸、已经真正有超过啊？啊，汝若超过超过是啊，汝好停个啊。真侪事业家做事业的事业咧做做做兴隆咧，现在有真大诶发展一个阶段。 即哎哟，我无够量，我扛过扛过量遮济，吼、哦、做袂起，吼、哦、啊利润我袂歹，我开始要来设车，开始要控制。咱若博到即个关咧，甲你出到第二后即个所在，就讲了你虽然事业已经有成就起，来，你个业务才好啊，但是咧你爱你已经咧超过去啊，吼，超过去，啊、哦，吼、哦，你你你安尼做已经超过你个力量啊。 你爱去去建家啊？爱准备开始建家，应该爱建家啊！因为你已经超过你个能量去啊，吼、哦！而且你要控制嘛，超过你的經个经济能力，若是要控制啊！你呢，佫刷了可能时机会歹落去啊，时机会歹落去啊！你唔通过去做，唔通佮勉强佮要佮增加去哩，你保持原来，你莫个莫个增加，莫个设抢，保持原来就好啊。 保持原来的话，哈，所以安尼既然即个挂正熬动正熬的啊，啊，之前啊，尴尬啊，尴啊，你用超过啊，哈，现在你啊，好我想看嘛，你若我甲里认认真真重新过评估，重新计算，你爱评估爱感觉有超过时啊，你爱 stop 紧啊，爱 stop 某个路线落去啊，即、哦、点会解释就是断然停止。 全然即阿杀你切掉，我咪增加，我保持原来多好啊！哦，即个即点诶道理是安尼，啊、哦，所以咱有诶话讲，哎呦，无看出咱吉祥，吉祥伫内底啊，清清楚楚，一点都不含糊啊！哈哈哈，即，前一站哦，我一个先生，哈、哦，啊，伊着为著一件代志咧，吼，为著一件代志咧，要去修正错误资料。 那么咧，有挂上加开始啊，讲啦，若要依照你所去做咧，会是啊，去做无保险。若是无如愿的时啊，你嘛爱欢欢喜喜来接受。吼。结果咧，这都、個、要提醒你去办未成功。假使你若要试看嘛啦，你去做，若是无顺失的时啊，你嘛免怨叹，爱接受，免怨叹，真趣味的代志。 吼，即卦相对甲你开始，结果所出个情形呢，完全一模一样，甲所开始一模一样。吼、哦，说已经啊，已经着超越咱后摆以后的。比如讲，我现在要卜个亲戚五百年后，下今日诶社会动态如何，汝嘛会使卜啊？卜出五百年后的今年嘛好，即个月嘛好。 诶，社会动态如何？你挂博出来，家你写出来，一定照你行，百分之百。若毋相信的，咱你甲博来后世人，咱才来看。吼，吼，这是千真万确的，一景就是一景伊瞬看，看个无解。一亿年后，会惊，日；一千年后，会惊，日；一万年后，会惊。日。如何？你挂博去，拢伫亿内底啊！ 因为因都是不能阴嘛，一就开始一叮当懂了不阴阳嘛，阴阳，吼。一阴一阳是阳是阴，阴阳中间的这宽宽到有够宽天边，海角有够宽，是世界很物件。这就物件照袂着，看袂着吼。所以一定有奥妙奥妙是啥？